大家好，我是张嫂。昨天是没得活路的了，今天表姐她又把我喊过来，她讲我把她猪耳朵吃个了，她就把那个果树上的那个果果了给她输了。这个就是传说中的不知火，号称丑八怪。我们现在是把那种它滴点儿小果的那种歪观裂枣，比如说就像这种，要给它折了。它本来它也长不大，蔫片蔫片的，还吸收营养。哎呀，好热呀！果果好吃，果农不好当的。这里差不多有百多，另外几块土，前几年表姐在屋里个人是哪么子弄的哦？哎，小丽。嗯。这么热的天，表叔那么辛苦给你把果果输干，你请表叔吃啥子？你要吃啥子吗？我吃雪糕。啥子雪糕？哈根达斯。你要不要上天你？你要吃哈根达斯？哎，这个土里头好多草草，要把草草扯了。二天甘蔗长得大个些。小丽。都回去了噻，你跑到那边去做啥子去了？你咋的？在那做啥子？啥子好东西嘛？你让我们供到哪里来看了的？能不能干嘛？别说。你好能干，喊你煮河龙，你跑起来走山路。雪糕就低了啊，算你那个三万块。不要挖别人豆子。哇！好大一个三毛菇！前头几天呢，到处去找都找不到，今天那根小丽找到了，她还是算是灵感了的。哎呀，要去回去了。